屋伦联合校区非常高兴和欢迎所有学生重返校园，同时校区亦引入一个名为 Parent Square 的新通讯平台，这样将会在复课中发挥其关键的作用。随着学校开放提供安全的面授教学，一项要求是家庭必须为每位就读学校的学生填写一份每天健康检查表。在屋企使用 Parent Square 填写这些表格，你可以帮助我们让学生更安全和更快捷地进入校园。每天在上学之前填写这份表格，将有助于确保贵子女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回校上课，这样亦会将加速亲身进入校园的过程。学生和家庭可以在其手机应用程式或在电脑上完成这个健康检查。绿色的剔号标记表示学生健康检查是完全无障 All clear 可以上学，家庭应在电话上显示 All clear 这个绿色剔号或打印出来，以在校园门口显示给健康监察员看。不要只是送贵子女到校后便立即离开，要求家长等候直到我们允许学生进入校园后才离开。若贵子女得到一个红色停止的标志，这样是表示学生的健康检查并非完全无障，重要的是贵子女当天要留在家中。随着我们向前迈进，这种无接触式的筛选程序将为所有的校园带来更高的安全性。通过下载手机上的 Parent Square 应用程式或在电脑上登录这个应用程式，然后每天进行健康检查，你将帮助贵子女以及所有学生和家庭改善新的入校流程。多谢。